大家好，我是 Mr.LamPost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吉娜的。我是一个孟加拉人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我在中国读书了7年，7年以后我就回来孟加拉。2020年我毕业了，然后就回来孟加拉。我在孟加拉呀1年多了，但是这1年中我没用中文，所以现在我的中文有点差。如果你们看到哇，如果你们看了我的疫情的视频，那个视频我说的中文这么快的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不会说出来，但是我听懂中文，我每天看中国的电影、中国的歌，那时候我听懂他们说什么，但是说的时候说不出来，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去用中文。现在我在吉大港，在孟加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，在这里有好多聚会。比如说，在那个城市有好多外国人，他们来孟加拉做生意，有中国人，有日本人，有韩国人，有澳大利亚人，每个国家的人来这里做生意。我在这里做工作，一个中国还有孟加拉的一个公司，做在这里做翻译的工作，还有做工程师的工作。现在我做的视频的意思就是看看我会不会说中文，就是我的老公还没到孟加拉，这个星期他会来孟加拉，然后我每天跟他联系中文，所以我做的视频的意思就是看我会不会说中文，以前说的一样的吗？就是这样，好，拜拜，关了。